掀开经本467面，第一行，又此一心，即大魔直指之缠故。我们看这个抄里面啊，寻常说禅者，毁于净土，今为大魔说禅，直指灵智之自性也。此理一心正灵智自性故，门庭施设不同，而所证无两心也。善在中风之隐也，禅者净土之禅，净土者禅之净土也，犹未乎隐之也。我们先看这一段啊，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正是世尊相法的时代。佛曾经预言过，在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这是净土成就。那么这三个时期，这是佛的预言。那么佛法传到中国，正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，1000年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是相法了刚刚开端。相法1000年，可以说这个相法时期的佛法了，都是在中国度过的，所以中国的禅风非常之深。那么净土跟禅呢，可以说是同一个时代进来的。说到它的殊胜呢，其实并不亚于禅宗。那么到现在末法时期呢，禅衰了，真正成就啊，确实只有净宗了。过去参禅的人排斥净土，莲池大师在此地告诉我，净跟禅没有两样，是一致的，只是所采取的方法手段不相同，目的完全相同。书里面告诉我们，此一心就是指的理一心，净宗讲的理一心，理一心呢，就是大魔祖师传到中国来的禅，这个在禅宗里面说的是上上禅。下面大师给我们解释说，寻常说禅者毁净土，毁是排斥，不愿意就忌讳，忌讳说净土，实在讲他对于禅跟净都没有搞通，都没有真正明了。果然真正明了了，晓得这是一桩事，不是两桩事情，一个是用信愿持名的方法，
譬如这个境界。另外一个是用参话头或是观心的方法，也是达到这个境界。可见的只是在形式方法上不一样，它的成就确实是一致的。今为大摩说禅，这个六祖大师可以说是直接承传了大摩祖师传下来的这个宗派，在《坛经》里面发挥的淋漓尽致。所以大家要问大摩的禅是什么，你细读《坛经》就知道了，就明了了。直指灵知，在禅宗里面常讲直指人性，就不立文字，直指人性。文字是指的教，就是一切经典，他不从一切经典下手，直指人心，从心地上下手。那么这是佛陀当年教学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法。对于上上根人，就直指人心，不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，这个言教时间浪费太多了，对于中下根心呢，那就非用教不可，要按照次序由浅而深，次第来教学。实际上就像我们现在的教育，现在教育学生里头有两种学生，一种是天才儿童，一种是一般的儿童。一般儿童呢，那一定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这个叫教下。那个天才儿童的时候，不要上什么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不要，直接念研究所，当然这种人很少很少，在佛门里面也是很少，也不多。如果不是这个天才儿童啊，那你直接上研究所是一无所成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是上上根人要去学禅呢，那是决定不能成就的。所以禅风在中国欲成风气之后向往羡慕的人很多，于是乎真的这不自量力的人也不少，通通都去学去了。可真正成就的呢，那不讲别人的，单讲六祖能大师，跟能大师学的人何止千人万人呢，决定不止这几万人是最保守的估计了。真正学成的，《坛经》里面告诉我们43个人，学成功的，这在中国佛教史上，学禅的人这一回是最殊胜，可以讲呢，空前绝后，六祖大师以前禅宗的大德，成就的人数很少。从大摩到五祖，都是单传的，一个老师一生的教学就成就就一个人了，到六祖这个才是无比的殊胜呢，成就了43位。我们在禅宗史里面去看，这个禅师座下的弟子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大概就是一两个、三四个，
以六祖能大师一生当中啊，度的人最多，43个人，这就晓得不是上上根人没有份的。那么禅宗是不是不要经典的呢？不是的，禅宗是先悟，先开悟后读经典啊，这个教下呢是先读经典然后再开悟啊，从经教里面开悟，所以他的方法不一样。当然开悟之后啊，那读经就快了，这一看就明了了，用不着学也用不着人讲解，一看就明白了啊。所以是用经典来印心，就是印证啊，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知见跟佛对照一下，看一样不一样啊。所以用经论来印证证明啊，自己的想法看法有没有错误啊。所以它是印心的，不像我们现在是拿着经典在学习啊，在上课。我们这个是中下根性的人，这是不能离开教科书啊啊。那上上根人呢，不要教科书啊，直知灵知，灵知就是一心啊，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所以讲自信啊，自信就是真心本性啊，这就指的这个。那么这句话呢，这个小注里面有个解释啊，波罗提云，这是世尊在世的时候一位大德。其实这个楞严经里面呢也讲得很清楚啊，跟这个地方的意思相仿佛啊，指的呢六根的根性呢就是灵知，就是佛性啊。所以这个六根的根性呢，物质则为佛性啊，佛性就是灵知，就是自性。迷之则为精魂世界啊，你要是迷了呢，迷了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灵魂啊。佛法里面叫神识啊，就是阿赖这个八识啊，迷了就叫做八识，悟了啊就是佛性啊，也叫四智菩提啊，它起作用啊是四种智慧啊，这就是大圆镜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啊，悟了啊起这个四种作用，迷了呢就变成了八识了，八识就制造六道轮回，所以要晓得这个利害关系确实是很严重的啊，不可以不知道。那么佛教给我们，无论是宗门教下，大乘佛法大主义就是转识成智啊，把八识啊转成四智。我们的修学成就就圆满了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小乘为什么不说呢？小乘用阿赖耶识，没有离开阿赖耶识啊，所以小乘的成就最多只能成就九次地定，这个能够超越三界，不能见性啊。不能见性呢，就是不没有法子转识成智啊。
必须要回向向大啊，再从大乘佛法里面才能证得自信啊，才能达到我们本宗所讲的离心不乱的境界啊。他这个底下呢引何车对啊，他知之一字众妙之门，这个知啊是觉啊，就是觉悟啊，就是前面讲的灵知，不是我们普通的知。我们普通这个知啊，是在讲呢是很不妙啊，不是重要，是很不妙啊。普通这个知啊，是在讲就是成了所知障啊，这变成障碍了啊。我们俗话讲成见，这变成成见啊，这变成障碍了啊。这是灵知啊，灵知呢就是般若里面所讲的无所不知啊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是那个知啊，不是普通的知。永嘉云：“不须知之，但知而已。”等这句话很不好懂啊！你多念几句，你看看它什么意思？不须知之，但知而已。啊，就这八个字，你多念几句啊！这是一句什么话？他讲的什么？我把这三个知说出来，你就明白了。不须知之，这第一个知啊，是根本知；第二个知啊，是后得知。换一句话说，第一个知啊，是知之本体；第二个知是知的作用，就是知的对象啊。不须知之，不需要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但知而已，你有那个灵知就行了啊。你只要守住这个体，那个体就是真知啊。他的意思在这里，这很妙很妙啊。你确实有灵知啊，但是这个知呢不起作用，那就是诸佛菩萨啊。我们坏在哪里呢？坏在这个知啊，它就偏起作用啊。作用什么？分别执着，它起这个东西。诸佛菩萨了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他不分别，不执着啊。所以这个底下这个知就是分别执着，上面这个知一切明了，一切明了不需要分别执着，你只守住这个一切明了啊，这就叫佛性啊。一落到分别执着呢，就落在八识里面去了，就迷了啊。所以第一个知是觉，灵觉；第二个知呢就迷了，就变成情识了啊。如何能保持着第一个知啊？这个是功夫了啊。禅宗里面专门有这个功夫啊。那么我们净土宗只用这一句佛号啊，把所有妄想分别执着念掉啊，念念呢就专精在这一句佛号上，念到纯熟，一切妄想执着没有了，这一句佛号就变成灵知了啊。所以这个方法呢，跟这个技巧跟禅的是不一样啊。我们不是上上根，那个方法我们不能成功，换这个方法
能成功啊，这个要知道的。那么这个方法在一生当中达不到离业心啊，离业心就是成佛了，在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啊。达不到这个功夫呢，不要紧。古来大德说得好：“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”啊，那个悟啊，就是直指灵智。我见了阿弥陀佛，那就不用愁了。啊，在弥陀会下了，决定成就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啊，就通通成就了。这是说禅跟经没有两样。是一样的。下面说门庭施舍不同，而所证无两心也。门庭就是讲的宗派，宗派不一样，教学的方法手段不一样，这个施舍呢，就是方法手段。这个不相同。我们看注解里头有：净土法门有净有慧，有佛有僧，是曰建立门。这个讲是有门啊，净土总是从有门进去。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啊，我们这个信心从这个地方建啊，有佛有众生啊，众生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。弥陀经上就讲了两个有啊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有佛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这两个有啊，我们从有门进去啊，啊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，看两个有，一个现在，啊，这从有门入，啊，所以它是建立门，啊，它是直方立相，啊，直是这个方位啊，建立形象。啊，从有门进。那禅宗跟这个恰恰相反，就禅宗法门则净慧双飞，生佛不立啊，它是无佛无众生，无慧也无净啊，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难，他当下呢心地就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，我们不行了，我们这个心里不知道有多少物，是啊，一样都丢不开，这是太多太多了。所以那两种方法这个教学的技术不相同啊，我们这个心里头乱七八糟太多了，想学禅学不来啊，禅必须心里干净一尘不染，那个可以啊。所以这是门庭施舍不一样，而所证呢是一样的啊。我们接着看下面注解，说彼一切净扫者，顿除妄想，直行灵智啊。这禅宗目的啊，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通通都舍掉了啊，这个清净心灵智本性啊恢复了啊，他用这个方法。那么我们这个宗派呢，
此一切建立者，实称三昧，一无灵智。他是顿悟，我们是见悟，我们慢慢也走到那个这条路上去了。念佛的功夫分为三个等次，第一个等次是功夫成片，这个是在讲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一定做得到的。能做到这个功夫，就决定往生。所以古来祖师说，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万修万人去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中等功夫呢，就是四一心不乱，那就少了啊。有这样功夫人，就不像第一种啊那么多了。最高一个层次的是理一心不乱，就是此地说的上上乘功夫啊，理一心不乱，那当然人数就更少了啊。实在就是说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末法时期，要达到四意心不乱呢，几乎都不可能啊！所以说，见思烦恼断了啊！今天哪一个念佛人能有这样的功夫？可是诸位要晓得，禅如果不是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就不能出三界，还要搞六道生死轮回啊！既然要搞六道，必定堕三恶道。所以禅要上乘功夫才算成就，中下没有结果啊。可是进呢，这个下下功夫就能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我们就永远不退转啊。不但不退转，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下下平往生，圆正三不退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生到西方世界所得到的这个利益了，跟禅宗上上乘人呢是相同的。甚至于比他还要殊胜啊，这个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两个比较一下，禅是难行道啊，念佛是易行道啊。两者仔细比较，经宗快，比禅还要快，容易、简单、稳当，样样都超越禅宗啊，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。我们看幕后，他引古人所说的，古人参禅本为超生死啊，学禅人为什么呢？就是目的就是要超越六道轮回啊，了生死，出三界。念佛呢，也因脱生死，可见呢目的是相同的。但向一边
哀得如两条门路不多尊的，这就是好像这个屋子里两个门呢，在门外不要争，随便从哪个门进去都可以，目的都达到了啊。何必这个学禅要排斥静呢？啊，学静的要排斥禅呢？用不着相争啊，要知道方法不相同啊，这个目的是没有两样啊，完全是一致的。下面说善哉中风之言曰啊，中风禅师元朝时候人啊，昨天我们在这里做这个三十西念佛寺，三十西念佛寺就是中风禅师编的啊，这个仪规是他编的啊。那么他虽然是为禅宗里面的大德，你看看他三十西念都是求生净土啊，是中风禅师临命终时念佛往生净土的，往生净土的。他说得好，禅者净土之禅呐、净土者禅之净土也。这就说明禅净是一，不是二。犹为乎言之也，这一句话很有味道啊！你单单看禅跟净两个字，你越看就越有味了。禅是不着相啊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解释的啊，解释这个禅，这个禅定外不着相就是禅，换一句话说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，不为外境所扰乱，那就叫禅。定呢，定是心啊，心不向外面攀缘，这个是定啊，心不向外缘是定，外面境界不能干扰，这个叫禅。那静是清净心，如果被外缘干扰了，心不清净，这个心要向外攀缘也不清净啊。所以你说静跟禅是一还是二的，确实是一桩事情啊。所以中空禅师这个话说的就很有味道了。何况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是佛自己说的，念佛是名上上禅啊。不是普通的禅呐、上上禅呢，就是明心见性的禅啊，鉴别不是四禅八定啊，不是九次地定，那都不叫上上禅啊。这个念佛了是上上禅啊，所以这个话很有味道。后为直指之禅，不离文字，坚持名号啊，若为会同。这是假设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，说明禅跟净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禅宗是直指人心，不离文字啊，净土宗呢是直指名号，这名号是阿弥陀佛，有四个自在啊，一个不立文字，一个是建立在文字上，那怎么会一样的啊？这个问也问得
很高明啊，也很有根据啊。下面说了，不知传法以四句之计，应心以四卷之经啊，交之四字名号啊，文更繁明。这个答得很妙啊，足足传心传法的时候，有没有文字？有啊。啊，大魔祖师到中国来，传法给二祖慧苦，就用四卷《楞伽经》来印心。那四卷《楞伽经》比“阿弥陀佛”四个字多了太多了，这答得很妙啊！这个四句之机，这个后头有啊，这就是大魔祖师传给这个二祖慧苦的。无本来自土，传法度迷情，一化开五业，结果自然成啊。那么这二十个字了，比阿弥陀佛四个字那就多得太多了啊。所以这个答得很妙啊，说盖非以断灭文字为不利，不记文字，不立文字，大者切之啊。这个幕后的结论很重要啊。禅宗号称为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。禅宗的文字比任何一个宗派都多啊。你们看《大藏经》就晓得，禅宗啊，祖师的语录啊。六祖大师还有部《坛经》啊，那《坛经》是不是文字啊？他那个文字比我们《弥陀经》还长啊！啊，这个不立文字，诸位要晓得，不执着文字啊，不是不要文字啊，他还是要文字。就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的原则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参禅要这样参才行。实在讲呢，学教也要遵守这个原则啊，参禅能离相就能开悟，学教的人啊能离相呢就能大开圆解，念佛的人能离相呢就能得一心不乱啊。问题离很难呐、啊。啊，说的很容易啊，立很难呐、啊，哎、啊，这就是不是说没有文字，啊，不是说没有言说，言说文字通通都有，你不能执着，执着是病，啊，这个言语文字没有病，没有毛病，执着是病。分别是病，分别是所知障啊，执着是烦恼障啊。你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去运用它，哪来的障碍啊？清凉在华严里面给我们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那就叫一真法界得大自在，一切障碍都没有啊。所以障碍从哪里生的？障碍从妄想执着生的啊。这个分别就是妄想啊，从妄想执着生的啊。所以你要是妄想执着没有了，那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。
佛跟众生的差别，众生有妄想执着，佛没有妄想执着。啊，《华严出现品》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吗？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你看这个佛了，一语道破啊！啊，我们的病根就是妄想执着啊，分别是妄想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这个参啊，禅宗里面讲参，怎么参呢？立心一时参，那这个第七是执着，第六是分别，第八是落印象啊。那么立心一时呢，就是你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，不落印象。这个不落印象用现代话，不要把它记在心里啊，事情过去了，忘得干干净净啊。像什么呢？这佛法就常讲啊，我们用心也像镜子一样啊。镜子你看现前就照得清清楚，走了之后痕迹都不落。哎，我们用心呢要像镜子啊，镜子照东西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不落印象啊。那个比喻很好啊。我们凡夫用心呢，像照相机的底片一样啊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落印象。这无始界以来呀，所以这个心里头这一塌糊涂啊，啊，这个落的污染就太多太多了啊。佛心像一面镜子啊，这个经典呢，经啊，经有镜子的意思啊。我们每天早晚都要照照镜子啊，把脸洗洗干净。为什么？把这个经典打开，这是一面镜子，把心里头那个肮脏东西啊，也要把它洗刷干净啊！啊，立心一时就洗干净了。啊，那么禅宗是用参话头，用观心的方法洗心一心。我们这个宗派用的方法就是四字名号。啊，或者是六字红名，用这个方法洗心一心啊，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啊。学佛，学佛要真做，真做叫学，每一天诵经念佛而不做，那个不叫学佛啊，那不叫学佛啊。现在的李老师讲的新名词叫佛学，佛学不是学佛，佛学没用处。对自己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干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可能，一定要学佛啊。佛是什么心？我要学，学跟他一样啊。佛怎样待人皆无，我也要学跟他一模一样，这才行啊。啊，佛的心佛的行都在经典上啊，所以了解经典的意思，依照他的话去做，这叫学佛啊，那才管用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不是断灭文字为不立啊，这个不立文字不是不要文字，不是废弃文字啊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不及文字，不立文字啊。对于言语文字，不戒不离，那不离我要用它，我要用文字，我要用言语啊，我要用它啊。不戒是呢，决定不执着，知道
它只是工具而已。啊，它是工具。啊，用了之后就舍掉了。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啊，可以用，用完了就舍，不要执着，那就完全正确了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468面，又此一心，当知心王心所无不一故。前面禅呢，这个静就是禅，禅就是静，是跟宗门会通。这一段呢，要跟教下会通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净宗啊，确实通宗通教啊，啊，通宗通教。禅宗明白这个道理了。专心念阿弥陀佛，成就他禅宗的目的。教下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一心念阿弥陀佛了，达到啊通教的目的。这个法门真是妙极了啊！我们看抄里面的解释。王所结见前文啊，心王心所前面讲过，王是自在的意思，所呢是不自在了啊，像这个一个国家一样，这个国王跟现在总统不一样。现在总统受国会的牵制啊，不自在，想做什么事情啊，国会也不通过，他就没办法。从前做皇帝的很自在，啊，什么人都要听他的，他一个人发号施令，啊，全国人民都要听他指挥，不可以反抗的，啊，所以王代表自在。所就不自在，所这是臣民要听从王的差遣啊，听从他的命令。佛在此地呢，把这个心比喻作王，心所起的作用呢，比喻作臣民。这就有王有所了啊，王有八个啊，这个就是实在讲，这八个其实是一个啊，心只有一个，哪里会跑出八个心呢？啊，其实这八个通通是阿赖耶起作用，阿赖耶这是真正是第一个王，像国王一样。其余的七个呢，是像底下的大臣一样，好像各院的院长、各部的部长，他也相当自在，啊，也相当自在。这个心所啊，就不自在了。心所是附属于心王的，啊，就不像他能够独当一方啊，啊，在古时候像诸侯一样，啊，能够独当一方，啊，虽然受制于中央，他自己的权力很大，啊，那么八个心王就是八识。阿赖耶识
莫那时一时，再加上前五时，前五时是眼耳鼻舌身啊，那个意呢就是第六意识啊，这个总共啊八个识，与八个识相应的心所多少啊都不一样啊，像与阿赖耶相应的只有五变形心所，只有五个最少的，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五十一个最多的啊，所以他很会打妄想啊，这最多的啊，所有烦恼妄想都从他出来的啊，这个就不必多说了，我们看底下啊，要紧的话在下面。纷然不起，杂然尽起，而言无不一者啊，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，这个理一心不乱呐、啊，就心王心所无不一呀、啊，啊，这怎么个说法呢？啊，相中里面那个情况，确确实实是纷然不起，杂然尽起。啊，这两句话也有个小注，加个注解，我们把它看一看。啊，就晓得这两句话的意思了。若善恶无记三性说，三性自体迥异，这就是不起啊。无是一个心所，有善心所啊，善心所是一个，恶心所二十六个啊，根本烦恼六个，随烦恼二十个，总共加起来二十六个恶心所，其他属于无记，无记就是说不上善恶啊，非善非恶，但是它有作用，它有这些事情性质完全不相同，这就是不起啊，纷然不起。杂然尽起者，有八识缘尽不同说啊，眼识缘色，耳识缘声，赖也缘根深起见啊，就是每一个这个心心组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所缘的境界都不一样，这是杂然尽起，怎么能说它是一呢？啊，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！啊，下面解释：良有王所虽多啊。四流穷缘不出一心，心王心所，如果追究他的根源，心所不离心王，心王从哪来？从一心来的，所以你追根究底，追到最后啊，就是一心，都是一心在起作用啊，不是别的啊。这个地方也有个小注啊，识从清净心中啊，这是讲心王心所怎么来的。这个清净心中啊，就是真如本性啊，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。无名妄众啊，转成赖也啊，这相中的经论都说得很好啊。无名不觉生三息啊，
啊，三系就是阿赖耶，阿赖耶的三系相啊，境界为缘，长六粗啊，啊，这个是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宇宙一切万物怎么生成的？啊，追究它的根源，这宇宙从哪来的？啊，这些万物从哪里来的？啊，科学家今天都在那里探讨，啊，都在那里观察，在研究，实在讲，找不到根源了。他们提出这个进化论，啊，说是这是逐渐呢是在这个大宇宙当中啊演变进化而产生的现象，但是这个现象不能为多数人接受，啊，如果说人类是从猴子、猿猴进化来的，那现在世界上那些猿猴为什么不进化成人呢？怎么那个猴子一半进化成人，一半还保持它的本来面目呢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！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凭着这个科技呀，很难把它的根源找出来啊。这枝叶可以找得出来，根本找不出来，根本太深了啊。就是浅显的科学能够印证，能够证实啊，极其这个幽深呢，是科学技术达不到的。就是以科学方法论来说，那就非常的明显啊。我们这个世间所谓的理智学、逻辑、辩证法、佛法里面讲的因缘，这些都可以算是科学的方法啊。这些方法来探讨宇宙人生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啊，许许多多的发明都是从这些方法当中得到的啊。但是要探讨心性的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用处啊。在佛法里头，中下层的佛法可以用一面，高级的佛法用不上了，这个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啊。所以一面对禅没有用，对静也没有用啊。在教里面的时候，高级的教的时候也用不着了啊，都用不上。初级、中级可以用，这些我们都应当要晓得。楞严经对于这个发明的非常透彻啊，清净心中无明妄动啊，这就无明不觉生善喜啊，啊，这是把真心本性这就变成了阿赖耶。那么再从阿赖耶转出前七识，念阿赖耶，这叫八心王，这叫心王，这就有了。心王起作用呢，那就叫所啊，心所随心啊，次第引申五十一种啊。这个五十一种啊，是种类，把它归纳，这个心理的作用啊，归纳成五十一大类。
如果细分，那就很烦很烦了。于前世的人，弥勒菩萨造的。弥勒菩萨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将一切法归纳成660法，660我们初学的人就很困难了，太多了。天亲菩萨将这660法再归纳成百法，所以百法是瑜伽师地论的归纳。换一句话说，百法名门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大纲。所以任何一法展开，无量无边呐，那是真的非常复杂了，不是像说的经教里面讲的那么简单，那个简单都是归纳再归纳，理出个头绪来，让我们好有一个入门之处啊。如同云出流云，今溯于流即云。我们顺着流，像水一样，找它的源头。在心所不立心王，心王不起，心所不生；心王不立妙心，妙心不动，心王不兴。妙心就是真心，就是灵知。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这个事实很少人知道。所以佛说众生在迷呀。什么是真知呢？心不动是真知，是无所不知。心一动了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所以佛在经上把心比作水，水在不动的时候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，这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心一动了，水就起波浪了，这一起波浪啊，就照不清楚了。纵然照在里面的支离破碎，你所知道就不是真相。所以今天一般人，我们讲学佛的人用什么呢？用思维，用想象，用分别去研究经教。这经教里面的意思他能明了吗？他自以为明了了，自以为明了不行啊，他确实越研究啊就越糟糕啊，越研究是他的心越动啊，越大，本来小浪越来越大浪啊。所以把经典呢变成世间的学术，那开经济的四句要改一个字，六界缘如来真实意，这是实话，一点都不假啊，把佛在经上讲的意思全部错解了。为什么错解呢？因为你用第六意识，用第七识去说，全就错了。怎样才能够真正明了呢？不用心意识就明了了。不用心意识照见呐。这个心水是平的，凭的是照见啊，一接触就明了了。这一研究是起波浪啊，起波浪怎么能照见这个道理懂得的人不多，特别是现代人，古人懂得，
所以古人不但是禅宗教下都不例外，都是从定当中悟进去的。因界生定，因定开慧，开了智慧这才读经。啊，宗门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以后才读经。刚才讲了，他读经是印证，教下呢不必要那么高的定功，要有小小的定功才能够听经。一点定功都没有，不准听经啊，不准啊。啊，你看沙弥律仪的这就有啊，啊，这一出家5年要学戒，啊，这5年当中不准听经，啊，寺庙在从前就是学校，啊，有禅堂，有讲堂，有念佛堂，啊，没有资格去念佛，也没有资格参禅，也没有资格听经，啊，做什么事情呢？给常住佛物啊，照顾大众。5年以后啊，这才有资格啊，禅堂里面去坐禅，讲堂里听经，啊，5年什么心定下来了，所以就5年的教，这个初步的教育啊，就像现在这个学校里啊，新生教育，军队里的入伍教育，我们佛门这个入伍教育是5年的，啊。比世间教育要长啊！啊，这个5年就是训练的定心收心啊，心定了就开智慧呀！啊，有了智慧，你听讲经啊就有悟处，就能够领悟。这心不定呢，没有领悟啊，没有领悟。能有领悟呢就有受用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但是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啊，我们处事对人接物啊会更圆融更美满啊，而且还有一桩是大家意想不到的，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心，就是现代人所讲的改变体质啊，这是真的啊。纵然身上有什么毛病啊，现在人讲说这这个癌症什么肿瘤的什么东西，不必要用医药，自然就调整它就好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定啊能调整啊身心的健康啊，定是清净心啊，清净心这个生理啊受心理的影响，心清净啊，那个这个不适当这个细胞的组织的时候，一切都会恢复到正常。定对于身体健康啊有很大很大的利益啊，这样许多人不知道啊。啊，一定是从定开慧呀。那么净宗这个法门，就直接修一心不乱的。啊，禅是直接修的，净也是直接修的。但是禅是要自己心里的已经相当清净的功夫啊，用这个禅再提升一级啊，拉到顶点了啊，那个
不是这个标准的，他提不上去。这个净宗这个法门呢，你染悟到极处也不怕啊，他还是逐步把你向上提升啊。这就是净比禅要来的方便啊，容易成就啊，在此啊。教就不处于唯识法相啊，不处唯识法相啊。唯识法相把所有这个教下统统包括了啊，追根究底也是一心，千经万论无量法门从哪里出来呢？从一心里头流出来。所以你得到一心呢，就所有一切法门就都通达了啊，源头找到了吧。纲领抓住了，那哪有不成就的啊。现在的人自以为聪明，对于古圣先贤所说的他不接受，他不相信啊，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修复。这个结果呢，说得好听一点呢，把佛法变成了现代科学了。这说得好听啊，结果还搞六道轮回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佛法真实的利益啊，不讲是了生死的利益，就是身心健康啊，生活的幸福快乐他都得不到啊，这是眼前一点小利益了他都得不到啊。佛门常讲的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啊，他苦力不开，乐得不到啊，迷破不了啊，这个悟也不会开啊，这个原因就是他所修学的不如法啊，不知道古人这个方法用了两三千年了。如果这个方法不好，你说能用这么久吗？这三千年当中，多少人用这个方法开悟了，用这个方法成就了。这方法有价值啊，不能说这个方法太旧了太老了就不要了，换个新的没用啊，达不到这个目的啊。所以要仔细去想想这个佛菩萨这个方法超越时空啊。不会被时间空间所淘汰，不会呀。这就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真理，永远不变。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决定的好处啊。你违背了这个方法，你想成就啊，那就非常非常困难。我们再看底下这文，净念佛人初一二时闻彼佛名，次一一时专注一念，一专念故总是六根，眼鼻舌身如是六识习戒不行，念之不已，念及而忘啊。所谓恒神思量者，其思己也；忘之不已，忘己而化，
所谓正妄合合者，喜消妄言，这七十八十，一息不行，逐迹不存，从者言复，其五十一又何论也？当而之时，巨浪微波，咸沉之水，浓云薄雾，静坐成空，唯是一心，更无余法，故云无不一也。莲池大师给我们解释这个问题，用的文字不多，确确实实是紧要详明，说得清清楚楚，明白的。结论，一句佛号，包括了宗门教下，与后来藕益大师念佛开示的完全相同。藕益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，他学莲池大师，当然这个弥陀经疏钞啊是他最重要的一部教科书，这一段藕益大师一定很熟悉啊，所以他那个念佛的开示可以说就是这一段清醒明了的说法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对于这个教义通达一些的人来看呢，没有问题，一看就明了。如果这个大乘经论读得比较少的，这一段呢还是有困难啊。古德法师虽然有注解啊，还必须要细细来加以解说啊，我们才真正明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然后我们才肯死心塌地老实念佛，知道我这句佛号念好了，宗门教下我通通成就了啊，这个是很殊胜的修学方法了啊。你们参禅一生未必开悟啊，你们研究一生也未必能大开圆解，我这句佛号念成功了，不但大开圆解，也大彻大悟了啊，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么这一段文今天时间到了，我想下一次我们再详细跟诸位来解说啊，非常有味道，也非常重要。